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夫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1895期的节目。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真人电影第三集的玩具，它不是官方出品的，是一个米友改造的作品。我们先看一下前面这里有三个玩具，它们分别是电影第三集里头非常精彩演出的恐惧小队三人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当年的 Hasbro 呢推出了两个 Legion 级，还有一个是所谓的指挥官级，或者是叫童子军级的玩具，大小尺寸完全搭不上之外，连外形呢都跟电影里头是不一样的。只有这一款 Crankis 的话呢，在车形态呢还算得上是有还原到，而让人搞不清楚的呢是中间的这款短命斧，它尺寸呢比别的玩具呢要大了一个等级，而且它载具呢也完全不是车辆啊，连四轮都不是啊。也因此的话呢，成为了许多迷友中间一个遗憾。你就算车子不是同样一个造型，你好歹大小尺寸做成一样吧，或者是说你至少都做成车子吧，但它完全没有沾上边。那我们今天的话呢，给大家分享的呢，则是迷友改造的一款，这个是短柄斧的兽形态，而且它是拥有跟其他两位同伴一样，都是一种 SUV 的这种车辆的一个造型。那我们先简单来看一下。它的基础模具的话呢，是使用的是这个，是 SS 003吧，还是零几号的这个 Crowbar 的话呢，下去做改造的。那其实的话呢，这个是第五级的这个 Berserker，但是我至今我已经完全把它当成是这个 Crankis 了啊。那两者的变形呢，大同小异。那这款玩具的话呢，改造的情况之下，它带来了完全不是不能讲完全，就高度还原到里头的兽形。那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底部增加了至少有一条的尾巴，还有其他一些多出来的一个配件，以及它的一个轮胎的部分呢，有做了一些改造了。各位可以看到这里多做了一些细节。那本身就车型来说的话呢，看得出来应该是还有做消光漆的处理，上面的一个质感看上去会比较不一样啊。那么呢，它的带来的一个唯一的一个毛病嘛，就是原本的模具呢是很适合推车的，但是这一款的话呢，由于加了这个配件，这个配件的话呢是兽形状态下去掩盖轮胎的一个部件，它已经高过了轮胎，所以这一款的话呢已经无法做一个推车啊。来，那我们就进入它的一个变形环节，因为它是用这个 SS 那个 Crowbar 下去改造的。所以呢，基本的思路呢可能是一样的。这个地方呢，这个双动关节记得要把它往下面推到一点点。哎，其实好像也不用跟各位解释得太清楚，因为各位手上应该也没有这款玩具了啊。当然，它的手臂的话呢，我们直接的往外侧给挑出去啊。它的一个说法的话呢，是说，按照它给我的一个说明的变形，只是说从这个地方推下去，你看它会有一个曲形这样。这屈下去之后的话呢，手就可以自动拿出来。如果你直接这样拉，拉不出来，你要从这个地方，哎，推一下啊，它有一个弧度之后呢，顺着就可以把它往上面推出去了。那推出去之后的话呢，我们先试着把这个腿给完成。它的这一块部件呢，像是火焰的这个部分，其实就是一个，它就是呢旋转这个脚步，这个外边，这个我用力过猛啊，这个地方。旋转一下，它这个二头肌这里啊，外表来说这里非常的紧。转到这个方向之后呢，它是要去盖住这个轮胎来做一个使用的。那我们先可以试着呢，先把这个腿的话呢，给往下放下来一些些。那后方的这个造型呢，这里应该是跟 Crowbar 差不多啊。我们把它这里一样的往上推起来，然后轮胎记得把它收到原本这个人物的脚底板下面去。那么呢，它的这个地方的话呢，有做出一个这里看到没有？这个地方它有一个转动的一个关节，但是我感觉有点小恐怖，因为呢，等一下兽形的时候呢，它有一个接地的一个造型，所以我们可以稍微的试着先把它调松一点点，让它有一个等一下比较好看的造型。这个地方一样先推起来，然后呢旋，哎，这一边的关节就比较恰当啊，比较恰当。然后呢，这里一样，这个部件。轮胎是要往后的，这个轮胎推到后方来，这里推上去，轮胎往后顶住后方啊。那这个脚的话呢，暂时呢是到这里。那它的这一块部件啊，我们先把后面给解开好了，这里两侧给翻开，这个地方翻开，好，整个背盖
先把它往上挑上去，挑上去之后稍微收一下好了，这个部件一样把它往上面推上去。好，那在这里的话呢，这个车头的话呢，本来原本的模具呢是没有这个双动关节的啊。这个设计的话呢，应该是冲着说呢，把它的这个屁帘呐、然后缩小一点，所以做了一个多重关节、双动关节，能够把这个体积呢给缩小一点点。那由于是一个改造作品啊，所以这个变形的时候呢，我会比较小心一点点，把它给收纳上去。那接下来呢，把它的这个背甲给打开。其实呢，这个原本人物的 Kuroba 的背甲到了这个设计里头，它会变成是腹部啊，这个是比较让我觉得有点点就是小惊喜的。那接下来的话，我们可以先做一个动作，就是把它的这个两个手给打开，方便我做一个变形啊。翻开之后的话，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人物的头在这里。那其实它待会是这个形象，待会它是在这里。那我的想法呢是，这个时候这个肚子的话呢是直接往后面推到底，这个地方一样的把它给推上来，这里折应该是不用折，应该是到这边就可以了。好，那你可以看到呢，它的脚我们可以先把这个腿整个的闪过这个部件，让它到下面来。我要先提一下，这个变形其实并不复杂，只是说因为它是一些3D 打印啊之类的一些材料，所以我变形的时候会比较有点小心一些。要不然如果说它是一个结构就是用料如果说是已经很好的玩具的话，这个变形其实跟 Kuroba 是差不了多少的。那我们这个时候呢，可以先把手的话呢也给往下面给放下来。手部的变形呢跟这个 Kuroba 的话呢是有一些改变的，它这个手啊整个是多了新的一个手臂，它这个手从抠出来这里抓着这个比较厚实的地方把它给掰出来，哇有点紧啊，这个关节的紧实度呢。好，到这边，这里应该到这吧，然后这里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关节可以往上面抬一些些，这个真的是用指尖在变形啊。来，这里也是一样的，我们揪着这个手从这个地方好把它给翻出来，这里一样可以往外翻出来一点点。好的，暂时呢先到这边。好，然后呢它的头发的部分啊，这里刚刚应该先把这个头发给翻出来啊，不好意思，这个头发的话呢先将这两撮给拉出来，然后呢按照这个设计者阿文杰哥的话呢，他的头这里是一个球冠啊，把头肉吓我一跳，我以为头对，就是他挂掉的时候头就喷掉了，这个看来还有考虑到要演出这个头断掉死亡的那一瞬间。这个头发的话呢，按照他的一个说法呢是说，把这一根，比方说这里有1、2、3、4，由这里扩了一共有四根的话，把第二根跟第三根让它交错，看来这个头要先把它往下一点点啊，这个整理这个头发的就是说把这个第二根跟第三根做一个交叉，这样一来它就会有很凌乱的感觉啊，显然也是学过头发设计的一个设计师啊。不对，应该是这样子哦。OK， 主要是那个头的关节我觉得有点紧啊，我待会的话呢离开镜头之外我再来做一个简单的微调。那肚子的话就是原本的一个车子的一个顶壳，我们把它给收纳进去。其实它的肚子的话呢就是放着而已。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最后这个是背甲，我觉得背甲是设计最妙的一个地方，它的这整个部件是多出来的，这里有一个背甲的部分，把它给两侧给打开。好，打开之后的话呢再把这整个尾巴或者是说脊椎骨的部分把它给放出来。好，
放出来之后的话呢，它的这个地方它加了一个圆形的凸，后面要多打一个洞，那我们就是呢把它给扣下去，这里这一片，这一片还可以再往外推一点点，好，这样下来，然后呢把这个裙把这个脊椎骨跟这个凸跟凹把它给扣一下，扣下去，那这里扣下去之后的话呢，这一块零件呢刚好会把它的这个屁帘的这个部件呢给稍微的去固定在这个地方，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一个背部了啊。那这个的话呢，就是这一次同号文杰哥所改造的变形金刚第三集，没有能够让大家集合在一起的 Deluxe Class 的短柄斧。那我们来一同看一下它的兽形态，那是用 Clova SS03 号下去做一个改造的啊。那主要是增加了背后的背甲，因为原本这个是人物的肚子，那这一代的话整个是全新的零件，那增加了一条尾巴，那我自己非常喜欢它尾巴的这个部分呢啊，刚好可以扣住这一个原本的一个屁帘，那可以把这个屁帘的话呢再做一个缩小，是制造成了一个把原本的腹部变成背部了啊，这个设计是我非常非常非常没有意想之外的东西。那这一片的造型的话呢，就是用来遮蔽这个轮胎，后面这里的话呢追加的零件比较多啊，那这个爪子的话呢也是整个变成一个非常巨大的尖齿的造型。勉强来说的话吧，就是后面还是有两个这个门板，其他的话它的造型可以说是能打散了差不多都给打散了。人形的肚子啊，不对，应该讲兽形的肚子，就是原本的车顶盖放在下面的话呢，我觉得隐藏度算是比较好的啊。那手臂的话呢也是前面这一节应该是在另外再加长加出来一段的，那我觉得吧，就是稍稍的，因为这个手掌的话呢它是可以内折，但是呢好像没有办法再往外翻一点点，所以说呢勉强来说，我觉得在这个拍照啊摆 pose 来讲的话，就是它只能够用指尖啊去碰在这个地面上，稍稍有点可惜。那么头部的话呢，这个球冠其实它应该是可以转动的，不过啊它的这个头发的部分呢去严重的去干涉到影响到，所以说它头的转动呢就变得非常非常的有限了。不过呢这个同号改造的作品来讲的话呢，这个都不是什么毛病啊，主要的话呢就是真的是一个真爱啊，因为 SS 的话呢至今也没有推出 Deluxe Class 的这个短柄斧给我们，那么这一次文杰哥改造的这个作品算是呢能够让我重现到说拍出一个比较还原电影里头的一个场景啊。那这个的话呢并不是网络上的第一个改造作品，但却是我第一个实际摸到而且是可以完成变形的。那么今天的话呢就感谢文杰哥呢为我们提供了这一套他自己改造过后的变形金刚第三集的短柄斧。那就我所知道的话呢，他还有一些其他的变形金刚玩具的话呢也在着手做更加深度的还原，还有包括可变形啊这些等等提升品质质感还有还原度的改造作品。那我们也期待以后呢能够在节目里头呢继续跟大家一同来分享。那今天就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